你看这个漂不漂亮？这个叫钟楼，等一下我带你们去回民街，有好吃的，好多好吃的。 回民街有好多好吃的。面糕，师傅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给我来一份，谢谢。哎。 好看，有点像烤扇纹啊，有点好看，是不是？鼻子太矮了，装不住。萝莉，那你这个合适不？还可以。这个小梯子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要不要？小兔崽子，你送给我的吗？ 我看上面写的什么东西，我把这个拿出去，别人会不会打我哟？会呀，你知道这个上面写的什么？这写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认不认识？爸爸。对。茄子。茄子。 菲莉，你之前出国的时候打针身上有没有痛？有一点点。我感觉我身上好酸呀。我那你说打针会不会有点痛？我身上有一点点痛，就是很酸，身上肌肉很酸。正常。正常的。嗯。对，只能看不能摸，听到没有？ 只能看，不能摸。跟你一样的。这个好看，你看他手上还拿了个篮球，这个是百家姓。我抓不下怎么办？抓不退钱，不退钱，抓不到不退钱。 可以啊，你试一下。来来，那么近，那直接滑马来。嗯，好。坐到。一个，你试一下，菲利，你试一下。一个。哇。 辣条吃不吃？这好吃，这是手工辣条。孙悟空。 武器是金箍棒，不是枪，金箍棒。开始。还没有开始。再给我一口。哇，辣不辣，豆豆？辣不辣？辣，辣不辣，菲儿？辣。正在挑战，爆辣牛丸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 不辣，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。不能再吃，不能再吃。可以说我今天在这儿，我在高中，我的学校就在前面，两个寝室。不是站着，那我们啥事都没有，敢吃呀？嘿嘿，我请你吧。啊，好多。嗯。
好多好多朋友的，嗯，叫凉凉面，那几个，那好多朋友都不认识，你怎么认呀？因为我是这里的人呀、啊。你再有孩子了，你取名字叫杜彪彪，杜彪彪好听。对呀、啊，你那边也没有。豆豆眼镜坏了。不要这个坏了。哎，我考一下。不了。修不了了。杜菲尔，你要挨打啊！你要挨打、啊，让我打一下行不行？打一下行不行？可以。打一下，快叫舅舅，快叫一下。舅舅，打一下。快叫到你叫舅舅。打一下，打一下行不行？菲尔，到这儿。要，要，要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还可以拉丝。还可以拉丝。你家长虫了。可以换一个，可以做呀，可以换一个。画完了，妈妈，你得保存起来啊！我也试一下这个小伞。那你这里是不是西安？对呀、啊，你还想不想来玩？想来。好不好玩？